我哋为咗日后嘅未来栋梁咧，需要分力噶。而且今次跑山，跑山嘅收入咧，喺扣除开支之后嘅20%咧，去捐俾慈善机构保良局噶。我哋俾掌声好唔好啊？多谢晒啊！即系一本送得啊，唔系净系帮佢做例会啊。而預本嚟到好多位參加者係咪已經？係啊，多到咧已經望住曬我哋啦。而今日嘅壯苗跑山賽咧，一定超過600個參加者啦，同埋有200個義工咧係工作人員參與嘅。而活動咧就分三個部分舉行嘅。第一部分咧就係、是、哇，就開始啦，8:15起，你入場嘅獎牌同埋入場嘅獎書。所以跟住落嚟咧好重要喎，不如我哋介紹我哋嘅嘉賓，高級消防區長技術教。救援楊劍新先生，請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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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陳冠佩最在行嘅保良局籌務經理石錦旺先生，你石錦好，你最近咩叫保良局？左手邊咧呢一個禮堂，呢、這個禮堂咧將來咧就會咧係變為咧係一個7層高嘅大樓啦。咁呢個亦都係為我哋將來嘅學生係提高優質素嘅呢個咧係教學。早晨，喂，早晨，早晨，好凍啊！嗱，歡迎嚟到我哋香港中學富利會中學。嗱，今日喺學校咧係好少搞一個咁大型嘅活動嘅。仲有喎、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特別並且班行山愛好者，主持咧攞獎啊！我知啊。Hello。
啦。第一次仆亲，跑咁耐步咧，第一次仆亲。你帶埋個女啊？係啊，我哋係呢個家庭，家庭組啊。再見啦，拜拜啦。